冬天里的一把火。1987年，费翔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第一次让大陆观众领略到了动感的激情。费翔也通过春晚一夜走红，成为了最具动感的春晚歌手之一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